Phayre's leaf monkey is also known as Phayre's langur. Listed as one of the world's endangered species, they are under first-class state protection in China. Zheng Shanhe is the one who discovered their largest group. Ecological photographer in his spare time. 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，听说这里面有一群猴子，但是没有任何人留下过任何影像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就进山去寻找，一直找了那个差不多3个月。看，这就是当时我发现翡翠猴的地方。当时就说有了150只左右。 平常它这个性情是非常的温和，比如说它们喝水，它就是从不会就说一窝的一起去抢，它要排队，先让那个小的、老的先去喝，然后其他的呢就好好的坐在旁边就等着，等到它们喝完了，其他的再轮着一个一个的过去。OK，那你们看，那里那一个地方有。 有猴子在动了，看到没？对对对对对，嗯，那你看看，看到你飞，看到你小猴在那里吃吃着食物，有很多，嗯，哎呦，我都不能等了，看一下。今年呢，数了一数，又有11只小金猴出生，所以说这个队伍就在不断的壮大，而且这一群猴子现在已经和我们。 组成了朋友了，它不再现在原来那样怕生，它现在和人呢越来越敢接近。我们保护好这一群猴了嘛，其实也就是为了保护好我们这一片森林和我们赖以生存的水。这一只，哇，它的眼睛好亮啊！好亮，然后。 主要是它的眼睛特别的天真的感觉，嗯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很漂亮。这一只是刚刚出生的小猴。哦。你看它的眼睛，好像在吞噬未来的。